三只，三块加二十块，九十四。哦！哦！恭喜发财，我永垂不败，向奥地利磕头三拜，信念永不更改。各位观众朋友、亲朋戚友、我的朋友，还有你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老马喽。哎，又到了一年一度新春佳节特备节目，我们今天又要给你玩 game 啊！一直每天一来拍哈就这样。去年我给我妈妈玩一个 game， 拿那个筷子丢桶、丢桶、丢桶、丢桶啊，然后过我就给她抽一个恭喜发财，看多少倍哦！你们没有看过的看这个 video， 第一次看我 video 的人，你们看我今天怎样送我妈妈红包？哇！我们要吃团圆饭了嘞！你懂什么是团圆饭吗？我不懂耶。团圆饭就是全部一家人一起吃饭，懂吗？你讲我们要吃团圆饭了。我们要吃团圆饭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先吃团圆饭先，吃完团圆饭了，我们就可以开始玩游戏了，给他老人家开心开心一下啦。OK， 我们吃好团圆饭了，现在在准备要给我妈妈玩的这个 game。现在我叫我的妹夫的妹妹，她叫大妹，然后叫帮我写身体健康。上次我们是用恭喜发财，我们粘在这个玻璃镜这边，你阿妈死到里面还一样，所以我抽你了，所以我们放在桌子上啊。不过妈妈老了，我们不要放恭喜发财，她不用发财了，她要身体健康，所以我就给她身体健康。我问他，他的字会像小朋友吗？他讲不会，他的字很美啦。我讲，我们来看他写的字美不美。你拿，这个字会美吗？这个笔也难写。啊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啊，怎样都比我的美啦。哇，真的很美一下嘞，这个字。哇，好，我来跟你们介绍游戏一下。我妈妈之前讲她有老人痴呆症，所以我就叫她先翻这个牌，五十二张翻到完。一样和一样的开，开了它就会有一个网，但是那个网呢上面呢是细油纸，所以它开对一堆就有一张细油纸，然后它就有很多张细油纸，它就来这个鱼缸里面捞鱼，捞到多少只鱼就有多少钱，然后过后就在这边开身体健康，看有多少倍，然后我就要包那红包给他，他抓千倍没嗨了，这个这样子的事情一定不可以我一个人承担的嘛。对不对？一定要找人来跟我一起承担这个费用了嘛，对不对？跟去年一样，八二八二。是吧？行。要游泳吗？要吗？嘴巴关起来。嗯，等一下你要跟外婆一起玩游戏吗？大大声。那这个就是那个翁鹏的妈妈。OK， 现在装水，装水装鱼，就叫那个老安弟来玩了。啊，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角，叮叮叮叮叮。OK， 然后这个鱼放下去呢，他们会死，因为没有氧气，所以要打氧气给他们，所以要叫四方形吹，四方形吹，啊，吹大力一点，啊。现在哦，我们先试抓看。哇，嗨了，一抓抓这么大，哎，很容易抓的。惨了喽，都不会破了。这样子出来就很多字了嘞，还不会破的那种哎。要拿 tissue， 要拿。大便纸，我觉得 tissue 太薄了。我觉得普通的纸，因为普通的纸你白痴啊，普通的纸抓完整个纸都还没有破啊。不是，普通的纸。这样子肚都会破。那你第四个可以可以可以，一下就爆了。不可以，制作组决定要换，不可以拿这个，要换低袖。这样子的话我会爆袋。好，经过刚才上一次的测试，那个细油纸不可以用，因为它捞完整缸鱼，那个细油纸都不会破，所以我们这次换低袖试试看这样。呀，公，哇！啊！有路有路。这个就有路了，好，这样我们就用这个。我们的游戏现在正式开始，
我们用老虎水的拍啊，老虎水，哦，你真的有拍到我吗？有。OK， 好，来啊，就是这里，限时两分钟，计时开始。哇，这样慢啊！哇，两张一起开，两张一起开，不是一张一张开。哎呦！哎呦！哎！爸爸爸爸啊 ！EQ EQ 哎 ！EQ EQ 快点啊快点啊！不懂东西弄啊，缩掉嘛！神都开住了，两个神都哇，博多吓你！哇！还有啊！时间到，原本我是要治他的老人痴呆症的，刚才他这样玩的时候，我怕变成神经。OK， 好，我妈妈已经用他的记忆力开完那所有的卡，他总共开了十一副，十一副呢，他就拿到十一张 T 恤，然后要用这个网 T 恤网捞里面的鱼。这边有小字的金鱼和大字的金鱼，他拿到小字的一字就三块，大字的就五块，没有限时。参赛者清楚吗 ？OK。开始，啊、来，啊，要敲敲敲，哇，你这样，这样，哎呦，这样没有耐心的人，这个是迪秀来的，哎呦，搏斗香，俺刚在旁边讲，要慢慢，搏掉，OK， 好来，有经验了嘛，不可以这样大力的嘞，哎 ，OK， 好来，可以了，你可以捞了，哎呀，还是你笨蛋呢。你笨蛋呢、欸，你懂吗？你是炒菜炒惯了是吧？哎、欸，很够力一下嘞。其实你看他这样一直破一直破、哦，里面的那个大字的已经有四字了嘞，四字了有整数字了嘞。你看，还是动嘞。哇！破了，还可以捞两次。哇！高亮，如果你抽到千倍，可以 offer 吗？不可以。OK， 这个是最后一次啊！哦，里面已经我看有二三十块了吧？哦，最后一次啊，没有机会了啊 ！Let's do it！ 这样子就好了。好，来了来了，有新的启发了哈。你的汗呢？满头都是，我全身是汗啊！对 ，OK， 好了，已经抓完十一张低秀了，哇，老威真的是，哎呦，哇，这边功力耶，哇，很多字嘞，现在来算他的钱到底有多少字啊？来一个字五块，两个字五块，三字五块，四字五块，六字五块 ，OK， 好。大字的有五字，再算小的。一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。二十三至三块加二十五块，九十四。妈的，哇，这个太多了，这个妈可以扣一点吗？也未必一千呢、啊。哇，你看他多么贪心啊！OK， 好，四个门里面抽一个出来，里面哦是有。百倍、三百倍、五百倍跟一千倍、哦、我真很紧张哎，94块千倍，几万次哎。好了，先给他抽先啦，不一定千倍了吗？来呀 ，OK， 这里有身体健康，你要抽哪一个？我们都不知道里面一千倍在哪里了嘞，打乱了，我们都不懂哎。小雨，你要哪一个？我，哎，我也是要这个嘞。啊，是啊，这样子你自己开。小雨拿。拿上来，大大力！哎呦，真的很大力哦！小雨，打开来，拿出来！哦！啊！哦！这样多零啊，很多零哎！没有啦！哎呦，这是三百哦！三百哦！这是三百，等等等，
300多少钱？算算算，28，28200。啊，28000了。哎呀，简单啊，28000。好嘛，吓死我！哎，我们没有玩臭的，我们找前辈，看谁赢啦，我拿剑，我500。哇，文伟，喂，文伟白，哎呀，看到吗？我们真的有放出来的，没有该。我们一看到的时候是这样的，他这样子2个0，我的心掉冷汗了。OK， 好，现在我们现在要去做工筹钱了，所以我现在筹钱了。好，23只3块的小鱼，5只5块的大鱼，本鱼94块，然后我的妈妈抽到了300倍，28200。今年做的业配啊，收的广告啊，全部又要再给他哦。好，你看我们特地选这个背景，因为我们要我们的爸爸一起入镜。今年还是一样，我们给 cash 来，现金小姐请出来。哎，不可以，你不可以这样子出来，你要这样。来，现金小姐请出来。耶！这个是给妈妈玩一下游戏，给她学习一点耐性的东西，不然哦，她平时哦很紧张啊，一有一点事情就好像生怕这样。你看，刚才一捞，一开始捞的时候，哇，就全部就这样捞起来了。这帮外婆，替外婆一下。哎，跟外婆讲，可以分我一点吗？可以。外婆给你1000，够吗？拿了就走了。kiss 一下就1000块，这样我可以 kiss 你10下吗？可以拿回一点。好了，来，我们来排一个弹幕，一起来，一起，全部一起，1、2、3。